天抓到一个海胆啊，在水里边抓上来的，咱们拿来拍个小段子，看看漂亮不漂亮啊。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，喜欢的宝铁双击扣六。Hello， 进来的兄弟们啊，下午一退潮啊，来到了沙滩上啊，就发现一个搁浅的大户。嘿嘿，我拿着我那82年的拉菲铁锹上去，二话没说，一起挑干他家大衣柜去啊。嘿嘿，如果你的手机现在连接着4G啊，双击不卡屏的情况下，麻烦点个红心加个关注，今晚11点左右干海直播喽，感谢。Hello， 进来的小哥哥小姐姐啊，最近有好几个老铁私信我，嘿嘿，让我上沙滩挖一个象牙棒啊。我这一想，我的妈的，这么冷的天上哪抓个象牙棒？嘿嘿，啊，这是在市场上购买了一个啊，嘿嘿，啊，老铁，双击油嘛，双击油的话就点一个吧，啊，加个关注，啊，再马上赶海直播喽，感谢。Hello， 进来的兄弟姐妹们啊，今天赶海的时候发现一个红灯笼海葵啊，这是一个巨大的海葵，缩小之后变成了啊，凝结成了这么一小块啊，嘿嘿，啊，打开之后啊，清理内脏啊，就可以完美的食用啊，营养价值特别高啊。有的老铁第一次见红灯笼啊，反手点亮了小红心，加上关注，看我今晚11点左右赶海直播喽。来，我兄弟姐妹们啊，有好多老铁让我解剖一个带沫的鱿鱼啊，嘿嘿，啊，今天这终于找了一个带沫的啊，嘿嘿，啊，听说油沫会给双击是吗？啊，双击油嘛，双击油的话点一个啊，啊，麻烦加个关注啊，这一会儿马上赶海直播喽，啊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记得来观看，感谢你们。来吧，兄弟姐妹们啊，这是下午在海边赶海的时候啊，意外发现了两个啊小红的毛蛤蜊啊，嘿嘿，啊，在觉得给它打开啊，教大家如何食用啊，首先找一把刀啊，给中间割一下啊。用力掰，大力掰，掰开就好了。嘿嘿，啊，有的老铁一进来，反手点亮的小红心啊。嘿嘿，有的老铁加上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喽。Hello， 进来的朋友们啊，吃波龙之前有一个小妙招啊，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？嘿嘿，啊，首先找一个小管管啊，从下方给它插进去之后啊，这个尿就可以轻松排出来喽。排出来之后啊，这个肉质特别鲜美，吃起来特别的香。有的老铁一进来啊，感觉学到了知识，反手点亮的小红心，太快了，我的天！加上关注，看我干。这大海当中的海鲜啊，总是长得奇形怪状，嘿嘿，这一退潮一来啊，就发现了这啊两个挺好用的东西啊，啊，有的小姐姐一进来啊，感觉这么大的海肠啊，反手捡了一个大大的红心啊，嘿嘿，第一次见的老铁啊，能不能加上关注，老弟马上赶海直播喽，带你抓海鲜，感谢。来吧，兄弟们啊，这是一个哈尔滨海肠啊，嘿嘿，啊，在吃之前一定要做个小处理啊，因为这个海肠内部啊，刚刚解剖发现啊，里边有这个黑色的恐怖的寄生虫，嘿嘿，啊，有多少钱一进来啊，学到了知识，反手点亮的小红心，嘿嘿，还有多少钱喜欢大海干海抓海鲜啊，加上小小关注啊，来看我干海直播喽，感谢。Hello， 兄弟姐妹们啊，这个海胆蒸蛋啊，相信大家都吃过啊，但是你怎么做法啊，可能都不知道啊。今天来发个教学啊，啊，从外边剪开啊，剪开之后啊，打一个鸡蛋，把内脏清理干净，打个鸡蛋，起锅烧油就是蒸完就特别鲜美了啊。嘿嘿，哎，有多少钱一进来啊，反手点亮了小红心啊，加上关注看。来吧，兄弟们啊。最近听人家说，这个牛奶喝完龙虾之后啊，啊会变得特别啊的美味啊，特别的啊力大无穷。嘿嘿，今天也不知道真假，咱来做个小实验啊。有的老铁一进来啊，啊反手就点亮了一个小红心啊，我的妈，那个快，拦都拦得不住啊。有的老铁其他人关注来看我赶海直播喽。有好多老铁问我呀，啊，这个好吃又好用的海肠是在哪里抓到的啊？嘿嘿，啊，这个大海退潮之后啊，在这个沙滩上发现这种小红点啊，一定不要错过啊！嘿嘿，用这个抽子给它抽一抽啊，就出来了。我的妈嘞，这么大这么红的海肠你见过吗？啊，没见过老铁啊，点亮一个小红心，加上关注，来看我赶海直播。Hello， 进来的兄弟姐妹们啊，今天来做个小实验啊，用这个酱油啊，来看看这个海老鼠到底有没有什么变化。嘿嘿，看出变化的老铁扣个一啊，嘿嘿，啊，感觉比较好玩的就评论出来啊，啊，喜欢大海的啊，就能不能加个关注啊，来看我赶海直播，带你抓海鲜喽。Hello， 进来的兄弟姐妹们啊，当你在海鲜市场购买猫耳朵的时候啊，嘿嘿，哎，一定要注意啊，要把这个水分挤出来啊，啊，因为一斤猫耳朵半斤水啊，挤出水分可以减轻重量，嘿嘿，在购买猫耳朵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小诀窍，嘿嘿，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马上走啊，加关注来看我赶海直播喽。来吧，亲人们，抓到这只章鱼哥的时候啊，看看它抱着这个海螺啊，死死的不放，据说它是吃牡蛎和这个海螺长大的啊，它好像是同归于尽的节奏哈，喜欢的双击。真的。
花开又一年啊，咱们今天要用大鱼又来钓螃蟹喽啊，怎么干啊，喜欢的双击加关注啊，看有货没有货，大海漂亮不漂亮。落潮之后，看我二嫂子正在干呢啊，干得多仔细，捡的大牡蛎啊！直播马上走起，喜欢的扣一。今天咱们试试这个马哥有多大劲儿啊！看看看看，哎，夹住了夹住了，哈哈！喜欢的咱们双击扣六啊！这个视频不管谁给我双击，谁给我评论，我都会给他双击给他评论六。